来自光之兄弟群体信息，关于保持中正与脉轮的校准对齐。通灵莫尼克马修，翻译卢颖。地球的孩子们，光之子，星星之子，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，我们总是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来到你们身边。我们要求你们尽可能地保持中正，尽可能地保持校准对齐。在你们自身当中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部分，一个是正面能量部分，一个是负面能量部分，或者说，一个是男性能量部分，一个是女性能量部分，我们也将其称为阴与阳。你们要尽量努力去协调这两个部分。如果其中一方比另一方更活跃，或者一方发出的能量大于另一方，那就会使你们偏离中心。而当你们校准对齐时，当你们处于中正的位置时，其余的一切就都会相互平衡，你们的所有脉轮都会协同运转，达到和谐状态，你们的所有多维度体也都会协调一致。你们的思想是有创造力的，而它也会对你们的各个存在体及脉轮造成重大影响，使它们失去平衡。最为脆弱的就是你们的情绪脉轮，译注，这应该是指太阳丛轮，它管理着你们的大部分生活，管理着你们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。你们要想保持中正，就必须对自身做大量的功课。当你们偏离中心时，你们会感觉与自我分裂开来，会从内在感到不舒服，或者会感到头疼，感到思绪纷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们要把各种干扰因素都从自身当中排除出去，要观想自己完全回到了居中的位置，观想那两个部分组成了你们浑然一体的存在状态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你们就得最大限度地在放手和接纳方面下功夫，要接纳所有给予你们的经历，要宽容地对待自己和他人，尤其是要对自己有很多的爱，以便能够把这爱给予他人。我们之所以反复讲到这些，是因为他们是我们送给你们的钥匙。我们的这些教导，以及我们现在和将来不断对你们讲述和重复的这些话，是你们能尽量保持中正的钥匙。如果你们不用这些钥匙的话，你们就将偏离中心，就将始终与这个或那个脉轮不协调，就将与你们自身的二元性及你们的多维度性不协调。因此，你们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以进行转化。我们要教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小练习，它可以使你们恢复中正，至少可以帮助你们排除来自头脑或情绪中心的各种干扰。只要在你们的情绪中心和思想中有稳留存在，你们就永远无法恢复中正，也就无法校准对齐你们的脉轮。观想自己靠在一个巨大的金色光柱上，这个光柱深深插入地球之中，另一端则高入云天，高到你们看不见它为止。你们笔直地站着，背靠着这根光柱。渐渐的，那金光渗入你们的脊柱及所有脉轮之中，像一根刚硬明亮的金杆，将它们完美地连结在一起。尽管你们这些脉轮的转动速度不同，亦或作用大小不同，但它们都被这样很好地校准对齐了。然后观想这根巨大的光柱从你们的关轮、翼柱及顶轮发出，通向你们的多维度体。怎样观想出你们的多维度体呢？想象在你们的正上方有另一个自我，它在外形、思想和爱的方式上都比你们的第一个自我更完美，看起来也更明亮得多。这个多维度体是独立的，
但又完全与你们的肉体和人性意识连结在一起。在这另一个自我之上，再观想出另一个自我，它比第二个还要美好得多，明亮得多。第一个则是你们的肉体。就这样一直观想下去，直到你们的意识再也创造不出更完美的自我为止。把你们的这些多维度体按其最佳状态一个又一个地套起来，就像俄罗斯套娃一般，然后让它们渗入你们自身的中心，于是你们也就变得完美了。你们那个最完美的部分已经进化和转化了所有其他的部分，直到进入你们的肉体之中，已对它进行转化，使它蜕变。如果你们不想做俄罗斯套娃的练习，那就只做光柱练习亦可，让那光渗入你们之中，并观想自己处于和那光柱一样中正的状态。当你们需要克服某项挑战，超越或体验某种经历时，如果你们一时不知道该采取何种态度，那么为了帮助自己更好地转化和理解，你们可以这样问自己：假如我是一位智者，那这个智者面对此种境况时会说些什么呢？你们将发现答案轻而易举地来到了你们面前，而你们也会轻而易举地超越自身的局限。你们也可以这样说：如果你们觉得这样更有力量或更适合你们的话，在我身边有一位智者，他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？他会说些什么？他会想些什么？他会怎样去爱呢？你们将发现答案非常容易地浮现了出来，因为那时不是你们的小我在参与，而是你们自身当中，亦或是你们身边，在哪里并不重要，你们可以把它安放在你们认为合适的，便于你们做功课的任何地方，那个更强大、更智慧的多的部分在起作用。你们应该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你们新的人格、新的渴望、新的想法、新的存在方式、新的爱与生活的方式。一切都将在你们自身当中逐渐就位，各种转变会相继发生，并会进行得越来越快。如果你们知道如何观察自己并留心去看的话，你们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改变。满怀欢乐、爱与感激地迎接这些改变吧，感谢你们所完成的功课，正是这些功课使你们得以转化。你们将对自己和源头怀有深深的感激与爱。现在有一些很大的稳流，比如那些强劲的宇宙风。这些宇宙风产生出令人失去平衡的转化能量。你们越是向着转化迈进，就越会少受这些宇宙风的影响。你们不会像小叶子般被狂风卷走，而是会优雅地翩翩飞舞。你们会自由自在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这当然只是个比喻。此外，还有非常强大的基督能量的浸染。这些能量被给予人类是为了使他们能大大地敞开他们的心，使他们准备好迎接他们自身当中的神圣之爱，而这神圣之爱将照亮这个世界。你们的爱之兄长，译著应该是指耶稣大师，此时非常忙碌，他那巨大的光之飞船从未离的球如此之近。你们被深深地爱着与支持着。来自光之兄弟群体的祝福。谢谢收听。感恩祝福。